喵。请大家看我们的介绍，接下来是 Runtime Tugger。 Runtime Tugger 呢，它被称为好奇的猫，因为呢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的人类家庭对它百依百顺，把它宠得过于厉害，使它挑剔任性，没有责任感。它喜欢得不到的东西，它是猫里面的摇滚歌星，所以我们也叫它摇滚猫。最受母猫的欢迎，在聚光灯的照耀下呢，享尽了女性们疯狂的迷恋。我们来欣赏摇滚猫。